好，我是金柳剑。开心。我是金柳剑，谢谢大家喜欢我们，爱你们呢，才让你有。今天有关的学校他们休息了一个星期，从中秋节开始放，然后然后放到下周一开始上学，带他一起来接金老二。金老二他们今天开始上学，你看这不花钱的学校人家不休息，花钱的学校天天休息，没招儿啊，你说还花那些钱，是那个垃圾。哦，好几把好几把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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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啊，肚子疼。走吧。那妈不做饭吗？那不吃饭了。好了啊！这爸爸不回来，哎呀妈，啥也干不了啊！那不吃饭嘛，就往身上爬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呦天！哎呀！啊，给你炒点，炒点牛肉。炒个牛肉，西兰花，喂，什么耳朵？你下来，妈妈给你弄，快点弄，弄完了咱们好吃饭。啊？你不是说？哎，这都切好的，妈妈以为没切，切好的。妈给你。给你俩煎点牛肉。你要吃饼干呀？就等一会儿行不行？他大裤太大了啊！你把这裤子给哥哥吧。啊。哥哥。妈妈一会儿给你做完饭，咱们吃肉肉，不吃干干了，行不行？啊。吃肉肉行不行？好，那给你掰开一个行不行？啊。吃多了啊，吃多了以后就不吃饭了，知道不？等会儿妈妈啊。干啥呢？那是啊，上被窝去。顾着去了又，这俩人一会儿打一会儿好的啊，你俩啊，把被拿，哎呀，我都怕你把那奶粉撒了，儿子，别打开啊，不能打开啊，不能打开，听见没有？你打开看，我不揍你们俩。朋友来拿东西，我们做半道饭，然后现在下去给他送东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你也不戴口罩呢啊！走。哎，进去，咋的了？哎呀！别踩着啊，以后摔倒了，快走。我为了快一点，然后我从这个口上走下来的，他好像着急，然后他就从那电梯上去找我去了，我俩走岔去了，在这等他一会儿。儿子，你快把那个袋子快弄一下，这裤子快，哈进。阿爸穿的，阿爸穿。啊，阿爸穿在哪呢？阿爸穿麻子？啊？阿爸穿金箍呀。金箍呀。阿爸擦啥呢？阿爸擦麻将。可的。他非要去上那个超市去，你是溜达习惯了是吧？啊，不去还不行了。那妈妈啥也没拿，卡也没拿，啥也没拿的。溜达一圈不能啥不能买啊，没有钱啊，听没有儿子？饭还没做完呢，走，就非要去超市买东西啊。啊，走。看妈妈今天造的。不像个样，走，进去。没有人样了。一下，俺俩一清一清。晚上我就炒西红柿鸡蛋，然后西兰花牛肉。
哎呀，凑合吃吧。哎呀妈，它可爱，是紫菜，坐着吃行吗？坐着吃。嗯。哎呦我的妈呀，那紫菜那么吃，那不咸吗？你把这紫菜放在那上面一点点吃啊。哎，对，坐那。嗯。肉和菜都一起吃，口儿咕噜没关系。完了煎。嗯。肉和菜，锅给，出锅给啊，出锅给，嗯，过来，芽菜都没过，嗯，菠萝壳里都没过，哎呦，咋了呢？嗯，哪一色？嗯，开蛋都没过，拿来接，嗯，啥意思？嗯，哎呀妈，最爱紫菜这一天，嗯，哎呦。嗯，他们吃饭，我要把厨房，看我家厨房乱七八糟，我要把厨房这里收拾一下，这边也是全是垃圾，乱七八糟的。今天又不合胃口了，这个又不吃的，大熊要喝牛奶，这老大还饭没吃。停吧。